OK， 那么刚刚剪完头发，然后我特地从台中开车来彰化剪这一家 barber shop， 叫 Jace barber shop。OK， 反正跟朋友去喝杯咖啡或者是喝点东西。好，等一下今天晚上又要开去台北了，哇、哦，超级超级长途旅行的感觉。是他有这个，就是他来做介绍吗？对，就是他有他的背是金属 logo， 然后我比较喜欢是有他有这个的、啊，就是很跳的颜色。好，你可以这样立，那你这样对比一下。没有，我跟你讲，你这样子很容易忘记，你这样放着。对啊，我都放，它就跟桌子融为一体。我都放狗，它可以那个吗？啊，它就是这样。不是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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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哎呀，好，你要介绍一下。中间后面可以放一点现金，然后一张主要的卡，对。然后这边的话，你就拉一下，它就出来了。然后放几张卡这样子。有点像那个名片钞，名片夹。然后不用手就压进去，好了，这么薄，超薄。这样。我们现在先去有个空档，今天要把卧推部分练完。那我今天来的这家健身房是在市政府这边，叫想健身。最近我来台北的时候就还蛮常来这边的，因为就很方便，然后单次这样进去就 OK， 又有铁片，又可以摔杠什么的。但是不太喜欢的地方就是说，它的杠子都是属于那种有点像一般的举重杠啊，一般的所谓奥林匹克杠子的感觉。它的轴承非常的转，所以说尤其是在做卧推的时候，你的手腕会一直抖啊，一直晃啊。然后我又不喜欢戴护腕。然后因为我最近要减重嘛，所以我要降几公斤才能去比赛，只剩三个礼拜了，对，超级快，超级赶的感觉，对，也不知道能不能减下去，就还好像还差个两公斤左右吧，我不记得了。所以说在减脂的时候，我也不太确定我今天卧推表现会怎么样。反正我今天是大概先做到一个 RP 8到 RP 8.5 左右的一下，练得非常的头痛，你知道吗？就是很抖很晃，但是还是可以尽量勉强去控制好它，还是有点小难推啊。那练到后面有一个朋友，对，他就有认出我来，啊，很热情哦，他的热情就直接帮我问我说要不要帮我长进，就哦，当然很好啊，对不对？那最后一组我做的是抬腿的卧推。那我就练完之后呢，因为他在旁边就在练硬举嘛，那我就当然就他也帮忙，那我也就是去稍微帮帮他，可能分享一些我对硬举啊一些观念啊，一些可能帮他稍微调整一下这样子。所以说今天的训练总体还是蛮不错，蛮顺利的，对，也交了一个新朋友。谁说高雄热？哦，台北真的超级超级热。不知道你们现在听不到我讲话，雨超级大，对，这还好，还好。我今天来教课，我刚刚教课，然后原本想说坐捷运来，因为我就很讨厌开车，因为我台北停车就很麻烦，然后我这辆车又超难停，所以每次开车有时候找停车位就找得我很不爽，所以我觉得坐捷运比较方便一点。然后原本是要坐捷运来这边教课的，然后一出门前突然想说还是开车好了，就反正20分钟而已，就开一开好了。就真的还好，我开车来，不然这种天气坐捷运。你带早给我吗？我还没换。
下。那我现在回到高雄。昨天呢晚上，我跟因为时间关系、时间安排关系，我跟我朋友约晚上九点训练，把我的硬举跟卧推一起把它练完。我下午晚上有教课嘛，然后晚上再跟朋友出去一下，然后九点去那边训练。当时就觉得很累，有点很不想练的感觉。到了那边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心情关系，因为身体的关系，就是不太想去训练了。然后说好吧，就随便稍微练一下。我就觉得，哎，明明为什么70公斤、120公斤、170公斤对我来说都是很轻的那种热身，可是拿在手上感觉就非常沉重。可能旁边的人感觉还好，就是我拿手上感觉它非常的重，然后身体也非常的累。我做完170热身，我就觉得算了，今天不想练了，我就真的准备要走了。我准备要穿上衣服，换好衣服，我就想要离开了。就是已经在觉得什么，今天怎么可以这么累？真的很不想练，很不想去动，身体心情都没有很 OK。然后后来想一想说，算了，不然我再热身一次好了，再热一次，把它当作最后一次。啊、不行，我就真的走了，大不了就走了嘛，对不对？然后我把重量加了220，然后我也懒得带腰带了，我也懒得去拿那个什么拉力带了，因为像我平常可能硬举超过一下我都会用拉力带，我只有做一下之后才会用勾我这样子，对，我拉力带也懒得拿，腰带懒嘛，我直接拉220，拉个两下热身一下，结果哎，心态变了，就是我当时从一个怎么那么重，怎么会这样子，怎么哦，是我预期的太好，然后我的真实状况是这样子，加上一点心情的关系，然后我就觉得啊，今天这样子不行。然后当我心情转换、态度转换了一下，我想说，我就把这个220当做我今天的最后一组，做得不好我就走嘛，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随便他 fuck it， 就是不管他，不在意他，没有什么期待。结果这220就是反而出血，觉得哎，好像我回到正常的一个轨道，好像是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好像比170感觉要更顺、更轻松一点点。他在我手上感觉就没有那么的重了，反而就是很顺的就起来了。然后接着我把重量加到230，我也觉得哇。当然230开始带腰带了吧，毕竟要稍微认真一点了。但是开始这个时候开始就是觉得心里的一些预设值跟一些期待值有变化，或者是说你当下的心态就是已经变了，所以这时候你就觉得哎，好像没有那么糟糕。然后230就觉得哎，非常非常的顺，非常轻松，觉得哎，奇怪，怎么跟原本在热身中感觉完全不一样。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放在不只是运动上面，当然我现在就还在运动上面这样子去做，我是希望可以慢慢的放到生活中很多东西上面，包括你们，包括我，就是觉得很多事情不要那么快就感觉哎、欸，好吧，就这样子就算了。其实往前再走一点点，往前再多试一下，也许就会不一样。有时候就是自己心里面这个东西影响你太大，所以其实我昨天这样的硬举下来非常的正常，表现发挥都很 OK。没什么问题，是一开始那个心理的建设，想说完蛋了，今天完蛋了，太累了，不想练，没有心情练。其实我把这些全部抛开，发现其实就没什么。当然，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因为我喜欢做这个，我喜欢训练，我喜欢建立这些东西，我喜欢硬举，所以我比较愿意尝试再试一次。昨天训练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两下热身上去，没有什么太大的复杂。而且我大概在2个多礼拜就要比赛了，对，还剩下20天吧。对，19、20天，我在这一个月减了，我减了大概4公斤吧，所以差不多了。反正我这次比赛呢，我现在已经心态变得很正常，想说，哎，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对不对？反正我今年也不止这一场比赛，反正我就该做的做了，结果怎么样就看结果怎么样。对，跟现在今天就跟你们分享这些东西，对，没有什么硬举的姿势，今天就跟你们分享一些，哼，因为我们太常因为自己的期待值、预设立场什么的，觉得。好，今天或者是现在这个状况就是会这样子，我没有必要继续做下去，因为得不到我想要的，然后就会觉得，哎，我们就在这边停下来，放弃、倒退，怎么样就不去做，或者是直接摆烂。当然，我们很多人可能80%-90%人都是这样子，我也是这样子。但有时候是不是就是，哎，我们心态转换一下，我们不要把这些搞得那么复杂，不要去害怕那么多，就想着做就好，我们就把该做的做好。我们不要去想说，哎，我害怕会怎么样啊？现在这个状态，我就是会怎么样？而且大不了我们就像我这样，昨天大不了训练，啊，大不了就是拉不起来，拉不起来，大不了就是休息回家嘛，这样子。你就抛开这些东西，抛开你害怕，抛开你觉得一些偏见，抛开你的期待值，不要期待什么东西。我昨天当下已经没有期待说什么啊，我今天的训练很好，要很棒，我今天要拉到270-280这种啊，没有。当下我觉得没关系，我就把这个拉一拉，拉完就走了。对，我不管他，就 fuck it 这种感觉，什么都不去想，什么都没有期待，继续去做。也许我的220的热身拉起来一样的跟屎一样，跟什么一样，那我就走了。而且这是我原本就想说，我打跑就走了，这是我就这么想的。
我没有期待什么，哎，会变得非常好，没有。对，就放开，放轻，就放轻松你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就先做嘛，做了就好了，做了再说。好像很好，好像很不错，对不对？没有想象那么糟糕。其实感觉好像我们身边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我自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我太容易去担心这些，太多期待，太害怕什么的。那我在训练的时候，其实很常发生这种状况，就是嘿，很糟糕，算了。在我健身房认识我的人，应该很常听我说的，哎，我不练了，好累，我不练了，很常讲这句话。可是有时候是不是就是其实都没有你想象那么糟糕？